欢迎收看 Web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 王宏恩，我是罗文玉。今天我们暖男情歌王子欢迎周星哲。讲到周星哲呢，我真的是不得不要跟你抱怨一下。怎么了？每次听广播开车有没有，都会听到他的这次的宣传的那个 Eric 周星哲。很像，好像对，暖男情歌王子 Eric 周星哲，有很像，几乎一模一样。不过真的要恭喜你发行新的专辑，哇！如果你之后耶，我们要拿，你开车我就先给问哥，对，先不要送我，先不要送我。你昨天开车，第一次担任第三张专辑的制作人，然后很喜欢我这次里面十首歌呢，因为我写歌都会在我自己的房间，然后钢琴，对，钢琴，然后我的电脑这样，它是我觉得它是非常就非常周星哲的一张专辑，不只有情歌，也有 EDM 的很多，对，这曲风这次，我看这次的风格很多样 ，EDM 还特别去瑞典。这次有跟瑞典一个制作人一起合作，那个过程也真的非常好玩，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欧洲，然后就去旅游，然后也去玩音乐。哇，这一张算是你进化版晋级的 Eric 周星哲。对，虽然很想让他直接打歌，但是我觉得如果雨之后嘛，我们可以有一个考验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唱的歌曲都要跟雨有关。雨一直下，有没有？老歌那我就想到一首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有没有？哎，来，哇，来来一下，来 Eric。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，白相唱歌，你那的路不会听台语，好台语，那两人对阵行着一支小雨伞，台语还有。还有没有什么雨知道的？下雨天了怎么办？我好想你。好了，立刻通过了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们再不让 Eric 唱歌，歌你就要砸我们的车了。我认真的爱过，两个相爱的人究竟犯什么错？需要爱得如此折磨？我是真心的爱过。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，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。哇，我一定要补这个，我一定要补这个。Eric 周星哲最新单曲《如果雨之后》，而且我特别要强调，宾士车的隔音设备非常好。在这么吵杂的都市街道，真的，我们只有听到 Eric 周星哲。原本一开始觉得我唱歌就是没有那么好听，所以那问哥怎么办呢？那你更怎么办呢？哇塞！然后是之后才之后越来越有可能自信。有模仿的吗？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偶像之类的？哦，我很喜欢像 JJ 哦，周杰伦啊。哦，那你有 cover 过他们的歌吗？我有 cover 过 JJ 有一首叫《害怕》。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。哦，左右你我。你怎么唱一唱好像你自己的歌哦？你怎么会听说那个后脑勺有缝过54刀？对，其实这边应该看得到啊，对，这边一条是怎么样？它是我以前3岁的时候，跟我的哥哥在玩荡秋千，然后就是他那时候叫我摘一个叶子，就在荡秋千旁边，然后我也听他，然后他就故意咬很大力，对，然后就一摘到我就掉下去了，然后那个就荡秋千就忽然就。是这样卡着我，正面直接哇，差0.5公分，可能就哦，就是伤到脑部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会开玩笑说，可能那一撞到我的音乐细胞，音乐细胞整个打开了，救一下。我已经这样再打，我可能就变成爱因斯坦。我现在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去重庆拍一个偶像剧，然后以一个男主角的角色去写出这个电影的主题曲。你知道你的点阅率，我跟 Win 加起来都还没有你一半。我们就这个版本，我们冲很多点阅率。好。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真实的爱，何苦残忍逼我把手紧紧放开？请快回来，想听你说。哎，太棒了！ Yeah! 放到自己都给自己掌声了、啊，哇！我们刚刚在录影之前，我们在
公司在看一个你的 一首歌的 MV， 他在跪在地上哭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你可以跟徐伟宁比？你凭什么？不，凭 Eric 可以了。年年蛮亲密的，对，这歌很浪漫的。年年，我们哦，我好像跟他很熟一样。我们伟宁呢？很多人的女神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她也是我女神，非常对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很少直接大方示爱，但是她算是。我可以让自己学习。你上次不跟戴爱玲示爱哦？有吗？舞怎么比？舞怎么比？好幸福啊！哇，终于要告白了，就对了。后置一个爱心。每一集怎么我怎么每一集都是示爱？嗯，这首歌当时就在专辑里面写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希望写一个男女对唱甜蜜情。嗯，一开始跟就是伟宁认识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去 KTV 唱歌，然后那时候听到他歌声，你还去 KTV 跟他唱歌？对对。然后第一次听他就觉得，就是他声音就是很干净，然后很单纯，很可爱。嗯，然后所以当时写出这首歌年年的时候就，我是简讯问他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合唱吗？嗯，然后他过我原本可能他过两天，他过了三四分钟就回说可以啊，你再跟我讲什么时候时间录。哇，真的爽快答应哎。当时就一个宣传的想法就是。要利用这首歌，然后编排一个收尾，让可能小星星们都可以一起跳。然后，我们那时候在签唱会也有一起跟粉丝一起跳。哦，对哦。然后我们可以麻烦把车靠旁边。我今天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怎样？因为他虽然没有办法跟徐伟宁一起跳这个舞蹈，但是他想跟你一起跳。你教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停车的状况下，好不好？安全带可以系一下。哎，重点是，你有跟伟宁拥抱过吧？有啊有啊，那可以抱一下。One, two, three。想要一点两点三点，情话绵绵直到十二点。想要今天明天后天一起过了，一起到永远。最特别。维尼，我们想念你哦。日积月累，我陪着你。你陪着我，这就是爱。刚那首歌你这样跳起来，让我觉得有父子在亲子不是带动唱的感觉。爸爸可以开车了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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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没有想出过 acoustic 版本？有啊，我觉得刚刚配 Win 这样吉他，当然你可以再找更好的吉他手啦。但就是。不是，你弹得很好，但总之总比你可以找更好的司机啊！哇哇，为了周星驰，我们兄弟要砌墙就。周星驰是什么意思？周星驰啊，不，没有，其实这很常发生，很常发生。哎，不要这样，很多人叫我王力宏，好不好？还叫我动力火车的，所以就觉得还好了。我们有个机会呢，跟全所有的小星们、星星们一起合唱这首歌，你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哇 ，Eric， 周星哲。你好不好？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陪我闹。离开家，谁知道人最重要？别说你曾经爱过，让我们回到那一秒。你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太棒了，真的很棒。今天谢谢你来我们的节目，谢谢你为华语贡献这么多温暖。OK， 然后也恭喜我们 Eric 发新专辑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好吗？网络大明星成功。